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要学编织。这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款双梯镂空纽花针的棒针花样。那这款花样呢，所需要的起针数是8的倍数加5针再加2针编针。我示范呢起了15针。花样呢是14行一个循环啊，但是里面重复的行数非常的多，要织的呢其实没有几行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行的织法。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重复一针反针，一针正针，啊，也就这样一反一正，循环去织，一直呢织到结束。啊，因为针数呢也不多，我们直接呢把这一行织完。最后两针。一针反针，一针正针。花样第二行以及后面所有的双数行的织法都是一样的啊。那我只演示一行。第一针挑，把线绕下去，然后呢，我们重复一正一反，把这一行呢给织完。那其实呢，也就是顺着第一行的纹路去织的啊。我们呢也是把它织完。最后两针，一正一反。好，来看第三行。第三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重复一反一正，一反一正再一反，然后加一针，保持线在上面就可以了。正针右上三并一，正挑第一针，后面两针呢我们直接织并针，然后将正挑的这一针给拨收，然后加一针，这里加一针我们要绕一圈啊，重复这一段，从一反到加一针循环去织，直到最后我们还有啊6针，分别织一反一正，一反一正再一反一正。然后第四行织法跟第二行一样，对吧？然后呢第五行第七行的织法呢又是跟第三行是一样的，所以呢我们第九行再回来。好，那么反面呢我这里要说一下啊，我们都是跟第二行一样啊，就是第一针挑，然后呢重复一正一反去织的。那么这里呢加针的反针我们也是这样去织反针啊，还是按这个规律，一针一反，加针呢也是像刚才一样正常挑针去织反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把这行织完，这个呢现在是第八行。好，我们接着开始看第九行的织法。第九行第一针挑，然后呢我们重复一针反针加一针，正针右上三并一啊，针法呢都是那些针法，然后加一针，一针反针，一针正针，再一针反针，一针正针，重复这一段的织法，直到最后啊，我们还有6针，我们只一针反针，加一针，正针右上，三并一。然后呢再加一针，一针反针，一针正针。第十一行第十三行的织法呢跟第九行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呢我们就是等于十四行全部说完了。那这个花样呢就是重复一到十四行循环去织。那么真正织呢其实啊除第一行第二行也没什么难度，然后呢第三行第九行就是会产生不同的位置啊，这个花样。那么我们就数这个并针的地方啊，三并一的地方呢就是有三个就会换一种织法啊，就很好数的。这个花样呢非常的怎么讲呢，挺清爽的啊，比较适合织一些毛衣啊，还有这种围巾也可以啊，这种毛衣围巾是比较适合的。
好了，那这堂课呢就到此结束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